下班去咯。明天中午一点我们会再见啊。明天呢将会有什么单元呢？两点到三点我们有音乐幕后工程，还有畅谈心得。请到的是写词人、音乐人啊，就是一耳来到节目当中。那么畅谈心得呢会有谁啊？会有赖冰霞。别错过了明天的节目单元咯，拜拜。黑白如何战争，每一回再也不重要，心全部都要背着的快乐就好。旧衣服过去再不讲，每日愁谁还在计较，愿把全部重新背起的快乐就好。不论输输好，理论不再重要，抱着一切思考，接受讯号，逻辑不再重要，这自己最美好。放开你的头脑，不必再多想，放开你的头脑，放开你的头脑，不必再多想，放开你的头脑。优美的旋律，每天下午一点到四点，爱悠闲。星期一，微微动听，嘉宾畅谈生命之歌。星期二，无微不至，带你细致品尝下午茶。星期三，有故事的人。星期四，一世纪。星期五，绝界星盘，发掘外语歌曲的魅力。星期六，灿烂银河。星期天，音乐幕后工程。另外，每天的爱听选栏目，继续选播属于你心目中的好歌。爱悠闲，让我小薇还有我陪您带给你。